大家好，我是蒙特雷小猪。现在我们来到 Pontiac 这个刚刚 St. Thomas 旁边的这所学校。那这所学校呢，就是著名的 Felix Eclair， 相距就在连一条街都不到，距离相距只有290米的一个法语公立中学。那它是可以说西岛当中可以排名前三的法语公立学校。那它这个学校的特点什么？它还有卓越班 Excellent Class， 也就是说平均分在85%以上的学生，他就会直接升级为到这个叫做优秀班的学生。这个卓越班呢，我们俗称为重点班。那重点班呢，主要培养孩子的国际化，以及他的好奇心，以及提高他的认知。那对于孩子未来读私校也好啊，或者是转其他学校也好啊，它都是非常好的。我相信我们的华人很多的孩子都会在这个卓越班里边。那这个学校呢，在校人数在1300左右，具体呢会考察孩子的成绩。那主要呢，他考察的成绩呢是四年级和五年级的成绩，而且不能是欢迎班的成绩，以及他的德智体全面发展。那这个学校呢 ，Felix Eclair 呢，它也是有欢迎班的一个法语公立学校，还是相对来说非常高的。虽然是公立学校，也接近于95%以上，那是一个免费的很好的公立学校。